大家好，欢迎收看凤凰每周快讯，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下头条新闻。美国联邦调查局11号发布一份全美执法人员在执行时殉职的初始报告，数据显示，在2014年殉职的执法人员比前一年高出了89%，当中多数死亡者都是遭罪犯持枪支攻击。另一方面，印度总理莫迪将在14号到16号访问北京。印度国会中印友谊小组主席维贾伊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这是莫迪上任之后最重要的一次访问，而他也对莫迪访华时的边界情况表示信心。更多的新闻内容，请继续留意晚上播出的凤凰。欢迎回来，让我们继续关注全美各大主流媒体的新闻消息。美国参院于今天就贸易促进授权法案进行首次程序性表决，不过在对多名国会议员进行了游说之后，美国总统奥巴马的这项首要的立法工作仍然是面临风险。定于12日进行表决的提案将赋予奥巴马促进贸易权，即开辟一条快速通道。这场投票已经陷入程序上的麻烦，而民主党人其中许多效忠于一心想要扼杀该提案的工会发誓要投反对票，其中参议院少数党领袖李德就表示坚决反对这项议案。表决结果将于今天下午公布，到目前为止这项协议仍需要60票数才可能通过，而奥巴马目前仍需要得到民主党人士的帮助。另一方面，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二在俄罗斯度假胜地索契会晤俄罗斯总统普京，这是美国因乌克兰和叙利亚问题与俄罗斯发生深刻分歧后克里首次访问俄罗斯。美国国务院表示，克里和普京会讨论广泛的双边和地区问题，其中包括伊核协议以及也门和利比亚局势，这是美国为确保美国观点得以明确传达而做出的努力的一部分。据悉，国际社会因俄罗斯支持乌克兰东部分离分子而对莫斯科的制裁不在俄罗斯讨论的议题中，但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表示，如果这个问题被提及，俄罗斯会阐述自己的立场。索契会谈之后，克里将前往土耳其安塔利亚，星期三出席北约外长会议，星期四他将返回华盛顿参加美国总统奥巴马与海湾阿拉伯国家高级官员的会晤。另一方面，当地时间星期二午后，尼泊尔再次发生强烈地震，至少造成42人死亡。根据尼泊尔内政部一名官员报告说，还有大约1200多人受伤。目前，尼泊尔还在应对不到3星期前发生的大地震灾情。尼泊尔内政部此前通报的遇难者人数为36人。该国官员和救援人员当时表示，几乎可以确定死伤人数会进一步上升。美国地质勘探局说，星期二的地震为里氏7.3级，正中位于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以东约80公里。强烈地震发生1个小时后，又发生了6次余震，最强一次为里氏6.3级。此外，强震还导致中布朗玛峰南坡雪崩，48人被困，但不清楚这些人员是否由于。另一方面，世界卫生组织近日宣布，西非国家利比里亚成为3个埃博拉肆虐国家中首个结束疫情的国家，标志着这种传染病在该国长达15个月的流行后终于告一段落。而目前利比里亚也为此举办了庆祝仪式，总统约翰逊对致力于对抗埃博拉工作人员的努力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世卫组织指出，利比里亚政府和人民战胜埃博拉疫情的决心从未动摇。该国医护人员克服个人防护装备及培训不足等困难，坚持治疗患者。迄今，利比里亚共有375名医护人员感染埃博拉病毒，其中189人不治身亡。据悉，目前邻近的塞拉里昂和几内亚仍然存在疫情。世卫组织警告人们不要太麻痹大意，强调仍面临疫情进一步爆发和地理传播的风险。好了，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欢迎回来，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一下全美各大平面媒体的新闻消息。美国政府日前在联合国的一次公听会上为华盛顿为所有美国公民寻求正义努力大力辩护。这次公听会审视了美国的人权记录。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在日内瓦举行的半天公听会上，来自117个国家的代表就各项问题质问了美国，包括警察暴力、种族主义和刑讯逼供。美国代表团说，他们为美国的人权记录感到自豪，不过承认并非尽善尽美。
美国司法部助理部长的高级顾问卡多根对几起引起争议的案例做出了解释。这些案例包括密苏里州弗格森的18岁青年布朗去年被枪击致死事件，打死这名非洲裔美国青年的警察没有受到起诉。对此，美方保证说，当局正在尽最大努力消除警察过度使用暴力现象以及种族歧视行为。另一方面，奥巴马政府11日明确解释了有关健保计划中预防性照顾的规定，其中包括所有健保计划必须涵盖所有形式的女性避孕方式以及结肠镜检查。卫生部表示，保险公司必须负担18种 FDA 批准的避孕方式，并且免除共付费。健保法要求大部分健保计划必须包括预防性照顾，患者无需承担任何额外费用。除了避孕方式之外，健保计划必须涵盖的其他预防性照顾包括为有乳腺癌和卵巢癌病史的女性提供预防性排查、基因咨询和乳腺癌易感基因测试，以及产前护理以及其他有助于保证胎儿健康的服务等。卫生部在其声明中表示，如果医生认为患者有必要进行结肠镜检查，那么健保计划或者保险公司不能因为结肠镜检查中的麻醉费用而要求患者支付共付费。另一方面，前年在佛罗里达州开枪射杀黑人青年马丁，触发大规模示威的白人志愿保安员齐默尔曼，周一卷入另一宗枪击案，与人发生争执时被人开枪击中受伤，要送院治疗，但伤势不算严重。警方已介入调查，尚未决定是否会对有关人士提出起诉。31岁的齐默尔曼是佛州一个社区的志愿保安员，负责在街上巡逻及维持秩序。2012年2月，他涉嫌开枪击毙黑人青年马丁，触发示威浪潮，也激起全国争论应否加强管制枪械。他去年被控二级谋杀罪，但成功脱罪。自从齐默尔曼恢复清白后，经常招惹麻烦。今年1月，女友指控他袭击，但其后。好了，一起来看看加拿大方面的新闻。全国道路安全周今日凌晨12时起展开，多伦多市警队严打酒驾、未系安全带、分心驾驶、危险驾驶等道路四大杀手。多伦多市警队指出，无论是因饮酒或嗑药导致的酒驾、未系上安全带、驾驶时传短信等使用电子用品，或者是具有挑衅或疯狂的危险驾驶等行为，这些道路四大杀手都在警方严打的范围内。警方指出，分心驾驶仍然是当前交通执法中仍会遇到的问题，警方将加强取缔边开车边使用手动通话装置或电子娱乐设备的驾驶人。据悉，多伦多市警队该次道路安全周自今日凌晨12时起至18日晚间11时59分，与加拿大全国的警队和警察总长协会合作，展开该项安全大执法的行动。另一方面，一些新闻机构及新闻记者团体11日在法庭陈述，便衣警察在调查案件时伪装成记者是侵犯新闻自由的行为，也违反宪法。由加拿大广播公司、加拿大新闻工作者新闻自由权利组织和加拿大无线电广播暨电视工作者协会发起的这项诉讼辩称，警方这种欺骗性做法有可能让从事采访的记者陷入困境，在紧张对峙环境中尤其如此，因为他们中立和客观的记者身份遭到怀疑。他们并表示，而且这会让新闻机构更难取得重要消息来源的信任，因而难以获得事关公众利益的关键资讯。美联社社长兼执行长普鲁特在致联邦调查局及司法部长的信中严厉地说，这种欺骗行为腐蚀了自由媒体最根本的宗旨。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凤凰每周快讯的全部内容，详细的新闻内容请继续收看晚上播出的凤凰每周新闻。如果您想关注更多的每周新闻，欢迎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pstv.us 进行订阅。我是依依，感谢。